二十一世纪的炸鸡跟烤鸡手扒鸡系列，你先来吃一口。啊，这对小牙齿看起来很困扰呢，好像很硬呢。能圆圆呢？这边，你不要吗？没有拉拉，吃一口。哇，有肉肉，好好吃哦。接下来我们来换烤鸡。这边有鸡烤。好，鸡烤鸡要不要试试看？我的皮啊！哦，好多只哦。姐姐有烤鸡。好吃吗？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餐点，就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好吃吗，小妞？薯条。